那是我的。哇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你又发明什么了？阿翔，这将是我震惊世界的发明。哇，你这样真的不敢把房子租给你。少林啊，你仔细看看了啊。这边干嘛使啊？盗墓啊？什么盗墓啊？是埃棒席探测系统啊。埃棒，我看顶多是个炮仗。那你？ 我这是远程黄金探测仪，黄金？嗯，黄金在哪？我现在去找。不，还处在实验阶段，暂时还不能探测。陈年老骗子，多于心。哎，大姐，我告诉你啊，就像他能探测，也不能据为己有啊。这是我为国家发明的设备，只能上交，互为人民啊。你觉悟高，你记得把这些破铜烂铁收拾一下啊，不然找你帮助啊。 听到没有？来，宝贝，来，宝贝，吃一点。哎，哎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一点点起了，一点点起，一点点起，一点点起，哎，一点点起，再来一口喽，哈哈，不给阿翔起了啊。今天的创业会，你准备的怎么样啊？ 小场面，你找发挥吧。说的容易，可别给我丢人啊！我你还不放心吗？这次参会的不是上进青年，就是优秀企业家。这回我打算跟他们搞好关系，广交朋友，宣传宣传咱们村，招商引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全力发展绿色环保生态旅游产业。咱们村滩涂那么美，环境那么好，肯定好多游客愿意来。 你就没想想你自己的事儿？我，啊，又什么事儿？就我们俩的事儿呗。啥？喂，娜娜，你瞅瞅，怎么还上这儿来吃面呢？在家不能吃吗？啊？ 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，谭明，你们认识吧？咱们村的高材生现在毕业回来建设家乡了，鼓掌欢迎。谭明这次可是带回了不少好东西呀，像新型渔网、捕捞设备，这叫用现代科技为传统渔业赋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一会儿开会要认真听，鼓掌欢迎吧。 领导，你放心，我们保证提前完成任务。好，既然胆子这么小，就要努力向前跑。哎，还有20几米，这是下一次。喂，魏阿翔，你快回来啊！大新闻！什么事儿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咱们村的高材生谭明回来了。那以前又不是没回来过，怎么了？这次有点不一样。 他说要回村创业，做新时代渔民。还说要用科技赋能传统产业。传统产业？乱谈钱！你等着，我回去。哎，别吃了。没关系。这种渔网通过对丙烯酸树脂进行预处理，拉伸强度提高了 39%。 大大改善了渔网的综合力学性能。据统计，如果咱们换上政府提供的这批新渔具，渔业效率预计会提高1倍，并且还增加了深海捕捞的安全性。阿翔回来了，创业会听得不错呗？啊，正好坐下一块儿听，把你那碗拿起来，破碗拿起来。你别在那儿一口接一口的。接着讲，政府鼓励，同时也一直很支持咱们渔民进行自主创业。这么好的条件。
为什么不尝试一下？中海带捕黄鱼是咱们的看家本领。咱们金澳村海产丰富，品质上等，产品再好那也得有人买啊。你说的这些海产品咱们隔壁村子都有，客户一来货比三家，别说价格是一压再压，连滞销都是常有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啊，你想当渔民我不拦着，但是咱们村不能跟着你一起犯傻，咱们要大力的发展生态旅游啊，就咱这风景多合适啊，就模仿那个什么什么国外那个意大利的那个什么捕鱼村。对，捕鱼村，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咱们这儿消费，到时候村子就是公司，咱们大伙都搬到县里住楼房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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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当两天海王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不知道咋折腾了，是不是？咱们是哪儿啊？峡谷县金耀村。你学什么意大利什么五渔村六渔村的？您那套方法不管用啊，我这是为村子好。什么为村子好？我看你是为你自己好，是不是？咱们是渔民，过去是渔民，现在是渔民，将来还是渔民，不能忘了渔业初心。初心？您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谁甘心当一辈子的渔民？当渔民怎么了？丢人呢？大海给咱们馈赠，我们回过头来就要尊敬大海。当一辈子渔民就是尊敬大海。尊敬大海让我们发财了吗？您当了多少年村主任了？您尊敬了多少年大海了？您不还是个破渔村的主任吗？兔崽子，我看你是得意忘本，这就是你领悟的创业精神，还搬去城里住，村子不要了，你给我候着去吧，我就是不同意，你给我滚！折腾就知道瞎折腾。阿翔，爸，阿翔啊，屋顶漏了自己修，没空管你。你哭啦？你才哭。没错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走开，不想理你。你饿了吧？我煮面给你吃呀。啊？心还在，梦境在，只不过从头再来。心还在，梦就在，只不过从头再来。你这个探测器靠不靠谱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哪有问题啊？你要相信科学。那你自己去呗，拽我干嘛？不是人精地不熟吗？怕遇到坏人呢？也是，没见过你出过门。哎，找到黄金，我要一半啊！干嘛？那你留家里吧。哎，别！这样，我陪你去，房租还给你减一个月。你就不有人知道吧？就那么一点事情要减房租一个月呀？减三个月，
就在前面了。文熙，是不是一定要玩死我才开心呢？听听，这也是科学家说的话。走。娜娜，你也跟着一起疯啊！ 就在这个门的后面，一定埋在地底下了。信号非常强烈，比任何一次都强烈。这一定是真的黄金埋在底下了，相信我，没错的，相信我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干嘛？我先带他来看看。也好，老哥啊。 看来这个设备哈，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准确哈。就一点点。算了，娜娜，人间不值得。不过也不是毫无希望哈，今天我们不惜探测到黄金了吗？只不过是烧给别人用的哈。哇，里流血了，一定是火大，要多喝水啊。喝水？是的。 你看看你带我们去的都是什么地方？干货店、洗头房、盗版光盘店，最可气的是还有丧葬一条街。你算什么科学家？骗子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讲话！我就说，你发明的这个就是废物。 你实验室里那些东西都是废物，废物！阿翔，好，好，一了百了，废物，我们都是废物！阿翔，你真的太。
走。你们都走！什么？海鲜大礼包，销量这么高？还不涨房租啊？还不涨房租啊？说什么呢你？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东西找着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还要这破玩意儿干嘛？文熙最看重的就是他的发明，梦想这东西，有总比没有强，你说呢？哎，啊！明天陪我一起散散心吧。好啊，明天见，晚安。我的小坏坏。文熙，钢琴给你放这儿了啊！我的小坏坏，小可爱，小坏坏。春季里开花，时时五六，六六六我看不秀，我春打六九头，头上插的本是桂花油，油了裤，油了袄啊，油了我的头，油了我的枕头，油了我的裤，油了我的袄啊，我的小坏坏。你是我的小坏坏，没人可以抢走，你就是我的小坏坏。一个小坏坏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哎，忘食，谢爱棒洗衣。相对于爱棒洗这个老款啊，又加了两条 HDMI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半径定位系统绝对不会超过3米。好，那我明天出发去找黄金啊。睡了啊，乖。也好，环境遗迹显系就在峡谷东部，跑不了。等等。给我看看。嗯，峡谷成万金，金耀东方，莫非是真的？走，现在就走。你怎么这么好奇啊？再睡吧。哎呀，时间是不等人的，快走啊！哇，黄鸡在移动啊！什么？会不会是有人先发现黄金了？快快快快快点，快快走！各位老铁，大家晚上好啊！这就是我大哥邹龙。今晚我们干了一票大买卖，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海盗啊，海盗！老铁们，遇上海盗了，礼物刷起来，这可是最刺激的死亡之波啊！哎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小猪佩奇怎么能是海盗啊？你那些动画片都白看了哦！老铁们，礼物各位啊，来船上做什么？早给我装糊涂！黄金是我们先找到的，交出来！黄金。他们有病，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绑起来交给警察呢？不要，我欣赏他们。
有证据了，证据在这儿，证据找到了，证据在这儿。老铁们，礼物刷起来啊！啊，谢谢我裴哥的礼物。怎么样？今年大丰收了！谢谢这位老铁，谢谢你送的辣条。哎，还有这位老铁，谢谢你送的飞机。啊，谢谢这位老铁送的。哎，怎么是你们啊？这是我们村的村民啊。台风了，准备返航！准备返航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那里什么都没有啊！没错，那里信号最强烈，快扶我过去！哎呀，都说没有东西了，哇，哎，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黄鱼网啊！哎，你把稳船舵，我去下网啊！神奇了，大哥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阿公说过，这是神物，就是无价之宝了。金耀东方，说的是你吧？这黄鱼王，咱们应该放生。放生？放生？甲骨成万金，金耀东方，这金字。指的就是这些大海里的生灵吧，他们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喂，你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了？我们接受大海的馈赠，就要尊敬大海。
好了，那就放生了吧，大哥。那就让他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吧。这样的神物，给你，你敢要吗？啊？Thank you.